极限挑战自开播以来一直霸占综艺第一，极限男人帮也从未让人失望，其中阎王孙红雷和黄渤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欢乐。日前网上曝光了一段极限挑战导演揭秘两人在生活中的样子，他称孙红雷其实并不是幼稚鬼，而是一个非常真的人。而对于黄渤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导演是这样说的，在生活当中渤哥呢，我觉得他有一种生活历练出来的成熟，所有和博哥接触过的女孩子都会觉得啊，怎么会有这么 nice 的男人？博哥就是这么一个非常 nice 的人，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让所有男人都非常嫉妒的能力，最需要的。黄渤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，他在最辉煌的时候宣布息影一年，有多少当红明星可以像他这样淡定？在极限挑战中，51夜影帝兼综艺新人黄渤的表现实在。